他是国际二胡大师，作曲家，演奏家，他的足迹遍布世界，用传统的二胡音乐与不同领域的艺术家、音乐家、交响乐团合作，贡献了无数经典现场。他被媒体誉为二胡诗人两根弦的大师。他的理想是让祖国的年轻人能够听到更多中西完美合璧的音乐。他传承并发扬的不仅是二胡，更是中国传统文化。致敬中华国乐文化创新者，果敢。